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5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开始的话呢，进入官方今年的主打系列遗产这条玩具线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挑了 Deluxe Class 的刹车来给大家做开场。那么我发了一个小动态啊，这一次的盒子的话呢，没有这个炮壳，那玩具放在这里的话，我感觉是有那么点危险了啊。那我拿这一款这个做个示范，你看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大概是指这样子啊，这里呢画的是一个载具，然后这是机器人，所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它的两个形态的展示。那么侧边和会呢都是以人像啊作为它的一个设计，后方的话呢，我干嘛拿这个家伙对不对？我们这集主角是他对吧？那么哎，变形14个步骤，那么呢？这一次的话呢，包装盒有跟着整个变小，也比较薄一点点。但是我个人最不喜欢的还是它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状，它整个是切割面，是宝石的一个形状或怎么样，上方还是斜的啊，导致于说呢，我们玩具在收纳的时候会造成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空间上的浪费。所以这一次的包装盒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啊。先前 Kingdom 的时候的镜像系列的那个包装盒我已经这个收藏的非常恼火了啊，没想到这一次这个遗产的主力系列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。说明书的话呢，你这个浅紫色，你有没有一种赛博坦制的那个低龄玩具线的那种说明书的感觉啊？哎，你是因为是儿童向的玩具，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配色适合小朋友看吗？至少像我这种已经年近要半百的大叔呢来看的话呢，有点老花眼的情况来看呢，如果不是说我玩的变形金刚比较多年，可能我就看得不是很清楚啊，所以这一次的纸制品上面的话，可以说给我比较多的不满意了啊。那么四款 Deluxe 等级呢，我今天先挑这一款刹车，因为我看起来这一款感觉问题好像比较小啊，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触人家眉头啊，所以的话呢我就挑了这个啊。那么因为在盒子里头你可以看到它一个非常帅气的头雕，那么从 IDW 这时候呢有一款这个也算经典 4.0 时代的刹车啊，那一款头雕也是帅气啊，那么这一款的头雕也是很好看，那面部的银漆呢也是非常光滑，水蓝色的眼珠啊，跟美版 Masterpiece 第十款的 Artemisia 的眼珠子的颜色是一模一样，这个头雕是要大大加分的。不过它后面是扁的啊，我不晓得刹车的后面的后头是扁的吗？那么车头可以看到这一代的涂装还算可以啊，至少车头灯啊这个方向灯都有点出来，博派的标志也很清楚，整体的关节也都偏紧了，非常紧实。那么特别是肩膀这一代还可以往上，然后这一代可以转360度的转动是靠这里的，那么呢这个地方转动的话呢，还有这里额头肌是靠这里转动，但是在这里不小心有时候会转出来，你看到它有一个开口的，然后手肘啊，手肘这里打个铆钉也是比较偏紧的。那么拳头的话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它也是提供我们一个可以转动的，而且这个拳头呢可以说非常的紧啊，但是一样啊，转几次之后呢就会比较松弛了。武器的话呢一共有三个啊，透明的斧头，那么可以轻松的将它给取下来，这个肩膀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调整哦，把它调整高一点点。那么另外的这个涂满银漆的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则是它是两个组合在一块的啊，它是这里啊，可以把它给分开。好，你也可以单独给它这样变成双枪侠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呢把它给完全的组合起来，在这个地方扣上去，再把这个武器啊扣成这样子啊，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大型的武器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也是可以这样子给它做一个使用的。那么本身腰身也是可以转，脚前后踢，而且它不是球关啊，各位看到了，是一个多重的关节，这里外摆内收也是有的。那么官方的话呢，自然是怕我们以为是盗版，所以一定要留点空洞给我们。脚踝可以转到这儿啊，对了，它这个鞋应该是要这样子啊，一开始没变好，这个轮胎应该是要放到鞋底的，这个才是它正常的一个样子啊。那么后方来看，没有什么空洞啊，这一点是比较欣慰一点点。但是这一款在人形把玩的时候呢，你会强烈的感觉到它的关节松紧的部分，有些地方恰到好处，有些地方过于偏紧，那会变成说呢，恰到好处的地方呢，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松了，其实是因为它整体太紧的关系。那么这也是这款玩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。那么看上去好像有点五短，其实也还好啊，它的跟第四级的 Deluxe 等级放在一起，身高其实没有缩水了啊，并没有。
那它的变形的话呢，可以说也是非常简单、很直觉的啊，我们就进行一下它的一个示范了啊。这个胸口啊，往上面挑上去啊，这个不用看说明书也是可以明白的，挑上去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臂啊给转进来，转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把这个轮胎啊，轮胎一定是朝外侧嘛，这一点就不用特别说明了。转进来，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是把这个有孔洞的地方是朝车子的下方的啊，就这样塞进来。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把这个轮胎转到朝外侧，然后呢，这个手臂转进来，把这个有空洞的地方呢是朝车子的一个下方。到这儿啊，轮胎这个车门先往两侧给打开，这里往上扣上去，再来把这个红色部件呢，透过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整个往上面抬上去，啊，这样的。转上去啊，这样转上去，看到吗？这里是蓝色有个凸，要把它转到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把整个轮这个变形其实很直觉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部件翻下来好了啊。它这个关节实在太紧，我只能说太紧了，非常的紧。这样子，膝盖就是一个反折，膝盖一个反折下来，我这一带膝盖太紧了，推下来。然后推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两腿。可以先做个合并，然后呢，它这里面是有两个凸，它倒钩要扣进这里面，上面这样把它给咬合咬上去，然后到这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扣过来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凸，对应内侧有个凹，我们把它给扣上去。啊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这个拳头的话，当然是把它给往内塞一点。好，到这边硬把它给包进去都可以的，它的这个密合度算是比较好。好，都扣进去，最后就把这个轮胎往外翻出来。那么呢，上方的话，你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整。它基本上就是上下这里两个卡扣，左右两个卡扣一扣就好了。那么这个手臂的话，这个地方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轮胎是分内外两侧的啊，所以你要稍微去调整一下。那我们的这一款刹车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。那么滚动性的话呢，我觉得没有很好，为什么呢？主要是我这一款，它的这个本身它的一个滚动性就没有很好，推起来就不是很顺，所以你就算变得很到位的情况下，它本身就是推起来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预期。然后就车形态的话呢，也算好看吧，但是就这个裂缝，还有它的前后啊。就是这一块，看到吧？它明显没有其他地方来的光滑，似乎是比较粗糙的，就不同的一个塑胶的感觉。那分割线其实也就是这一带比较严重，然后这一块又特别的跟人家不合群的感觉啊。那这个武器你可以扣在上面，但是一定是非常的蠢的。然后你扣到后面好了，还是一样，反正就武器是，你也可以拆开，扣在左边右边，那肯定都是可以的。那你可以再次感受一下，这个是以前的玩具，有打铆钉的啊。你看，这滚动性就可以滚这么好，没有铆钉的话就差得多了啊，就非常的可惜。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，就也没有什么亮点了啊。然后遗产系的话，它是一个大乱斗的系列，还有各个系的领袖之证啊、IDW 还有这个 G1 的角色都会在里头出现。我觉得你可以挑你喜欢的人物来买就可以了啊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当然就会全部都。把它买下来给大家做开箱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就给目前拿到的这几款 Deluxe 等级看起来，就给人感觉没有前面的这个三部曲 Wolf Cyberswap 三部曲那么样的让人惊艳，就感觉有那么一点点，不是那么一点，是有强烈的激乐感啊，强烈的激乐感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